欢迎大家来到妙想天开。上星期六呢，为了跟太太庆祝结婚周年纪念呢，就跟太太来到这个港岛海逸君卓酒店试下她的自助午餐。咁佢嘅位置咧都好方便嘅，喺呢个炮台山地铁站 A 出口咧，过条马路就系噶啦。咁佢 open rice 嘅食评咧，大致都唔错嘅，193/56。咁我哋咧就喺个官网度买咗嗰个自助餐券先。咁啊，折咗75折之后咧，就大概366到啦。12点入场咧，超多人。这个就是粉面区，隔离呢就是印度区，有不同的咖喱海鲜、咖喱羊、咖喱杂菜，还有些脆饼，还买了刺身冻海鲜。冻海鲜方面有黄金螺、生蚝、雀虾，还有些青口。大家看看几多人，场面虚撼啊。好咧，就每次攞兩隻，我哋兩名咧就試咗4隻先。啊，咁啲佢啲蠔肉都唔錯喎，係偏爽脆，都有少少礦物嗰啲味道。咁啊，即係冇上次喺黃埔嗰間君卓咧，就即係咁細粒，咁呢個都 OK 嘅，那個 size 味道，咁啊同埋佢嘅質量都唔錯嘅。大家睇下 OK 㗎嚇。不過咧，佢就即係每次排隊咧，就係攞到兩隻，咁所以頭段咧攞嘅話咧，都好多人排隊。咁係去到一個鐘打後咧，就稍微好少少啦，少啲人攞。咁啊，另外有啲黃金螺啦、青口啦、蟹腳其實佢都係好好嘅，每次佢又攞一扎翻出嚟，跟住咧就即係任人攞啦，攞完唔夠佢再喺個盤度攞出嚟。相對性咧，啲人咧就比較自律啲咯。大家睇下長腳蟹。佢長腳蟹咧就新鮮嘅，唔黐殼嘅，但係咧就偏鹹啊！佢浸鹽水咧就重受得滯啦。咁同埋咧就質素就有啲瘦啲咯，係啦。我最中意食嘅刺身有我最中意嘅劍魚腩啦，三文魚佢都好肥嘅。誒白粉紅，啊試下佢牛排。大家睇下，食完一次又一次啊，劍魚腩。一開始就有啲紅茶啦、果汁啦，甚至連水咧都自己自助嘅。咖啡。試下個咖啡先，都好香噶。你呢個咩粥嚟啊？睇睇攞嘅粥，有帶子啦，咁啊啲雞肉啊、肉啊、丸啊啲咁啦。不過佢個粥咧就真係完全冇味道嘅。咁我攞嘅雜菜同埋啲丸咁樣，咁啊有甜品啦，仲有就係呢個 waffle 同埋唔同嘅糖水，最正咧就係有呢個 Mooferpig 雪糕。不過咧，佢個殼咧就好細個，咁啊見阿師傅咧都不得好辛苦。咁啊都有中西湯啦，麵包基本上就冇乜人食噶啦，啲人都係攞凍海鮮啊、生蠔啊比較多。佢每次咧就係攞一扎蟹腳上嚟，跟住俾啲人喺度攞，啊啲切肉，同埋有啲點心啊咁咯。熱盤佢嘅質素就麻麻地啦，普通菜式咯，佢又冇啲好貴嘅、好回本嘅菜式。
咁啊，刺身都 OK 嘅，有我最中意嘅叫魚腩啦，三文魚都肥美嘅。呢個就係我攞嘅切肉啦，咁啊，佢肥瘦都均勻，同埋就係外邊有少少焦窿。攞啲雞扒啊、魚柳啊，點心啦，酥粉果、燒賣、叉燒就好硬嘅，唔好食嘅。另外意式肉卷，同埋啲清湯牛腩，啊呢、這個唔錯，幾好味嘅。請啊！咦，有奶嘅杯咖啡。最正嘅，梗係攞甜品啦。佢個 waffle 咧，咁啊配埋雪糕食咧，就一流。太太食緊甜品嘅同時咧，我就繼續派煎。咁啊，呢個就係雞，仲有啲印度青口，再嚟梗係生蠔啦。雪糕咧就真係好細嚿，所以咧都要畢多幾頭。一開始拍的甜品就比較完整的，即是未被人炒到亂了，所以很完整的。這個摩哥納破輪也很正的，很香的，那個芒果最重要是新鮮和不酸。各式不同的cake啦。在網上訂餐券的時間呢，我就已經寫了慶祝周年紀念，送了一個留心的留心的最 cheap 的那些，我們不是 Happy Birthday， 我們是周年紀念。多謝啊，這個拿破崙就好吃的，最重要是芒果夠甜。總括而言呢，這間自助午餐呢，在三月的時間呢，它折了有366元。往後呢我再看回呢，咦，踏入四月呢，因為接下來那個萬事堂食會放寬啦，還有一些社交距離都有機會放寬的，出來說呢它都開始加上價，我記得折了呢都407多元的，現在相對就是貴一點的。大家可以呢就上回它的網訂啦，買個餐券訂埋位，咁啊，佢就會有75折啦。另外，如果你係慶祝紀念啊、生日啊，都可以 remark 翻嘅。咁總括而言咧，佢嘅餐嚟講咧，樣樣都有啲咁樣啦，包括長腳蟹啦、刺身、切肉、mover 皮雪糕、生蠔都可以嘅。咁樣樣有啲。樣樣有啲，我最中意食咧就係劍魚腩啦、生蠔，咁啊長腳蟹都新鮮嘅，即係你唔好嫌佢比較鹹咗少少，同埋即係細細少少啦。咁啊，同埋烏佛皮雪糕啦，我哋都食咗好多球嘢，同埋佢有即係自助飲品吧啦，咁你可以自己沖咖啡啊、奶茶啊、檸茶啊，咁啊橙汁等等都會有嘅。咁啊凍海鮮啊、切肉啊，全部都有嘅。咁啊，唯一咧就係冇鵝肝啦，冇龍蝦啦咁樣。咁可能恢復翻晚市嘅時間先會開翻咧。咁我哋主要都係主攻海鮮，咁啊同埋甜品嘅。咁由於太太唔食咁刺身啦，所以就冇食到嘅。大家睇下，其實啲嘢都 OK 噶，對得住個價錢噶。所以就可以不妨一試嘅呢間，所以呢間自助餐廳咧，絕對對得住佢嘅價錢嘅。咁啊，折咗之後都係366元到。咁啊，佢位置方便啦，炮台山地鐵站 A 出口向前行大概5分鐘到就到噶啦。咁佢食物嘅質素、質量，咁啊同埋個環境咧都可以嘅。咁啊，雖然佢擺台係即係比較密少少，但係都還可以嘅。咁啊，中規中矩啦，啲嘢食，咁啊，樣樣都有啲。咁你話質量係咪好好咧？就未至於。
咁例如去刺身就冇帶子啦，咁啊海鮮就冇龍蝦啊，或者係另外冇煎鵝肝啊呢啲咁樣。當然你食得比較貴嘅價錢嘅話咧，佢就會俾翻啲相對嘅食物俾你嘅。所以366蚊嘅價錢有生蠔、Movie Pig雪糕、咁啊牛扒、刺身、咁啊凍海鮮等等咧，我覺得佢絕對對得住呢個價錢咯。好，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。未訂閱苗想天開嘅，快快就訂閱、贊好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啦。咁我都會繼續分享唔同嘅吃喝玩樂嘅資訊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喺疫情之下咧，就身體健康。希望大家如果病咗嘅就早日康复啦，咁如果冇病嘅话，希望大家就保持就身体健康，咁啊希望就疫情尽快过去，大家就可以回复翻正常嘅香港嘅。咁啊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咁记得大家就订好、赞阅、分享俾大家嘅朋友啦，多谢晒，拜拜。